母亲的花折伞，母亲期盼的目光永远是我们的记忆。接下来，请大家欣赏的是《母亲的缝纫机》，视频上是秀人老师的妹妹秀芝再现母亲当年的身影。诵读：杨金敏、张雅君、孙静、毛国一，请欣赏。 是他含绿的双眼，如同当年的游子，远去。剥落的盖板是他。